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我就是武东伯，小螃蟹呀跑呀跑，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我们是爱呀爱呀祖国，这个也没有，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这个必须有。白白白白不知道了，哦，开心。爱我你就陪陪我，爱我你就亲亲我，能不能亲一个葡萄树。哎呀猫呀，人家打着他也没妨碍他吃蛋糕啊，这一口一口的。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吉祥吉动。我在这儿等你回来，唱唱唱唱唱，可乐开怀。完了，武东伯。东伯悲剧了。我心中最美的吉他。啊，听到了，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万分轻抚着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别往上面喷口水啊！哇哇，你是那个蛇精。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肥的警长。燃起灯的战壕里，在那山地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有请微声嘹亮主持人李思思、尼格买提。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回声嘹亮》。大家好，我是李思思，在这里要问候所有光临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大家，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回声嘹亮，也要感谢所有的观众在每周六的晚上7:30准时锁定综艺频道，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天网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回声嘹亮是一档重温时代经典的节目，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唱歌，如果喜欢我们这方舞台，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用您极具个性的方式唱出心中的歌，让我们共同努力，让经典回声唱得更加嘹亮。嗯，好嘞，亲爱的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这里要祝愿全国的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回声嘹亮也很特别，因为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舞台上给所有的小朋友过节，也希望邀请所有的大朋友一起收看我们这期节目，一起来重温我们的童年时光。没错，那今天的这个嘉宾也非常有代表性，全都是小朋友，而且都是能歌善舞的小朋友，厉害得不得了啊。来，掌声有请第一位武东伯。有请。山西朔州河东，我的爸爸妈妈多了一张帅气的脸。哦对，又是我，我就是武东伯，从小用武刀弄枪，一劈
我节日快乐呀。快乐。这是你为儿童节专门设计的新发型吗？对，这个发型有名字吗？叫什么？叫方便面。方便面。请问你这方便面是什么口味的？啊，这是头发口味的。头发口味的，赶紧跟电视机前以及现场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问个好啊。嗯，大家好，我是武东博，今年七岁了，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谢谢大家。哎呦，挺会说话的哈。武东博大伙儿都熟，我们经常在回声嘹亮的舞台上啊看到武东博。你七岁了，那你出道几年了？出道是什么意思？出道就是上道的意思。那你几岁开始上台表演？对，两岁半。两岁半，哎呦，你出道都五年了。对，五年。老演员了，是小时候好看还是现在好看？小时候和长大都有好看的样子。啊，那你现在最好看的是什么？小豁牙是不是？牙掉了哈。嗯。去哪儿了？牙呢？下岗了呀。牙下岗了啊？那还准备找一新牙上岗不？还是就这样？还在就业不？这正在找牙呢。正在找牙呢。别老揭他短儿，长牙的时候小帅哥别张嘴笑啊。抿着嘴。武东博，你自打上了我们节目之后啊，我听说不仅在学校里出了名儿，而且演了电视剧了，是吧？现在是不是走在大街上，然后好多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说：“哎呦，这小孩不是武东博吗？跟我合个影呗，照个相呗。”有人这样吗？有啊，挺多的。我和我爸爸上西单，有好多人找我照相，可疯狂了。可疯狂了。那我问问你，你看你每次来回声嘹亮，你这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唱歌、跳舞、主持、表演什么都会，你这太全了。你得有一个专长，你最擅长啥？最擅长唱歌。其实你唱那种高难度的高音，听说也特棒，特别厉害。行。可以啊，哎好，你给我们来一个呗，飙高音。那我就来个那个维塔斯的歌剧二吧。来。哎拉起妈，阿西布尼妈妈，呀咿呀叫，拉西，多开斯纳哟，本波斯尼亚，乌斯达伊德格西，准备。他疼了，他是一般人唱高音都是让人踩自己的脚，你唱高音都是抓别人掐别人，你这合适吗你？你就上台，你要表演海豚音，你还带个助理，带个助演是吧？今天来我们节目，这是给你们过儿童节呢。但是啊，就是因为好多观众朋友都特别喜欢你们，所以武东博，你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你对大伙儿的感谢，你还得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啊。好。
小宁，你觉得咱俩配合的怎么样？咱俩那是黄金搭档啊。那你说接下来要上场这二位呢？接下来这二位必须是钻石搭档啊，因为他们实在太厉害了。嗯，所有看过他们表演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说，哎呀妈呀，太厉害了。嗯，掌声有请。哎呀妈呀，有请。跟所有电视机前现场的小朋友们先祝个节日快乐，好不好？大家好，我们是哎呀妈呀组合，我是哎呀，我是妈呀，祝那个全场就是小朋友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全世界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哎，我特别替你着急。哎呀，你怎么一直都、哎、总是抢我话、啊、是吧？你总接他话尾巴、啊、真是不让着你点。太悲惨了，太悲催了。而且他们两个说话永远都是你还得弯着腰、哎、你腰长大以后你就、啊、我们可是东北人。东北人、啊、东北的一对组合哎呀妈呀出道多长时间了？啊，五年了。五年我们的哎呀算了，五六年了。好爷们可出道比武东博早。那你就是武东博的前辈了。那我们还得向武东博学习，因为他出道是出道，出道就是演节目多少年，什么长辈不长辈的，我们都是同辈。同辈，对，说的没错。哎呀妈呀，这每次来都会带给我们惊喜哈。我知道你们还有标志性的动作，在很多观众朋友心中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对吧？太难忘。哎，我们看韦奇。我们也模仿一下吧。来，思思，韦奇。不行吗？比我们还好看。真的、啊，我们也不输给你们，跟你们说。真是，看来黄金和钻石都有点分量。我跟你说，不管是黄金搭档还是钻石搭档，搭的时间久了啊，除非像我跟思思这么默契，很容易想换换人。有没有想过？有，真想过换人、啊、是吧？就是，毕竟有五六年。如果是小尼哥哥，我觉得太荣幸了。那个，如果是思思姐，我也觉得很荣幸。啊、什么意思？咱们这两个组合就此就。拆班了，没错，重新组合了，不是拆散一对是一对。那我们重新搭一下。行，那我们这就开始了啊。重温时代经典，哟，入戏还挺快。畅想回声嘹亮，欢迎收看今天的回声嘹亮。接下来请欣赏，咱俩没自我介绍呢啊，别紧张，来。放心，好，我们是哎呀思思组合，我是哎呀，我是思思。接下来请欣赏妈呀小尼组合为大家带来新疆舞蹈，掌声有请。
哟，还挺正式。觉得演的怎么样？嗯，不错，不错，就是有点散伙的意思。散伙的意思。哎呀，哎呀，我跟你说，你当这个男主持人不太好当。你看这思思姐姐在你旁边长那么高，你得学学我，得把头发梳成20厘米，你才跟她差不多，你知道吧？没关系，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蹲下，行吗？嗯，当嘉宾感觉如何？特别激动，然后还特别爽。感谢 CCTV， 感谢中央电视台给我这次重新做嘉宾的机会。重新做嘉宾的机会。重新做嘉宾。这机会还不一定给你们呢，别高兴得太早。平常都是就是别的嘉宾在上面坐着，然后呢我们在台上演，这回我们终于能做嘉宾席了，耶！你老不给人说话的机会，你全说了。耶一下都半半吗？所以接下来的机会你们得再演个节目，大家同意你们才能坐那儿去，好不好？好，演个什么？红星照我去战斗。这回说齐了，有请。是一位重量级的小嘉宾。没错，一会儿我们的导演要把我们最后一个嘉宾席的椅子的螺丝给拧得紧一点啊，因为这孩子平常生活太好，吃的有点好，让我们掌声有请可爱的于富谦儿，有请。唱的就是螃蟹，给小尼哥哥，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哇，谢谢小尼哥哥。喜欢不？喜欢。哎，那刚才歌里说小螃蟹听不懂你说话，那你刚才
你跟他都说了一些啥呀？为什么这么好吃？你就净想着吃啊？那你长大到底想干一些啥呀？你的梦想是什么？我长大想当厨师，颠勺特别帅，一颠菜就熟了。要是我是厨师的话，我会给大家做大家喜欢吃的菜。做厨师？他当厨师，他我觉得他不是给别人做饭，是自己做给自己吃。没错，你说到点儿上了。天底下那么多的那个工作，他为啥非要去当厨师？对呀、啊，厨师就是关于吃的。来，看来大家对你好像深表怀疑呀、啊。那我们今天展示展示好不好？一好不好？展示一下你的厨艺。嗯，来了，我们准备了道具，给您拌上。这围裙腰有点儿。哎呀妈呀，可费劲了，勉强系上、哎、你这帽子能戴吗？不破坏发型啊。能啊，大厨讲究卫生，能戴住吗？好嘞，准备啊，大厨给我们表演一个厨艺。帽子不能掉下来，知道不？于福谦，准备颠勺。宝贝，你这个炒勺里啥都没有，你颠啥呀你？人家无实物表演，预备。咋又掉了呢？你真的会做饭吗？真的。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点餐了。我们别点了啊！点什么你做什么啊？那我先来点吧，我点一个简单的，就来一个宇宙超级无敌霹雳小鸡炖蘑菇，干炸大盘鸡，清蒸拉条子，还有抓饭那个烤羊肉串，有吗？这个是啥？这个没有。没有，那行吧，我降低点难度。大烧饼有不？这个也没有。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这个必须有。这个真没有。那你偷什么呢？这里头有馒头，行不？凑合吧。行，把馒头拍扁了，也是个烧饼。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其他几位小朋友要点餐啦。我口渴了，来个汤吧。汤有吗？有没有汤？你这我这里头没有汤，水也解渴。水也解渴？你就这么当大厨的呀？这大厨有点抠门哈。大厨，哎呀，我馋肉了，给我来一盘鸡肉吧。有吗？哎呀，鸡腿儿。假的，看看就行了，我都不敢吃肉了，害怕胖。最后还有妈呀。我想吃菜，给我弄个鸡蛋柿子吧。西红柿炒鸡蛋，这个你会做吗？你这大厨可以啊，都不用自己亲自做菜，直接从袋里拿。你找得见吗？哎，有你这样的吗？大厨，给我要的是熟的，没白说，回家自己炒去。我下午就不能上你这来吃来了。我看你这袋里估计也没啥了，我就不跟你要了。思思姐姐，我还特意给你准备了我们天津的狗不理包。你看还是跟我好。您就好好吃，敞开了吃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画饼充饥了。行，谢谢大厨。请落座，大厨。我们的四位小朋友作为嘉宾啊，现在已经坐在了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呢，我们回声嘹亮的趣味课堂就要正式开课了。我们也希望啊，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寓教于乐，劳逸结合。没错，自从我们发布了要招聘老师的消息之后，哎妈呀，那简直了，乡亲们奔走相告，我们的比赛现场是人山人海，终于选出来那么几个靠谱的。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开课呢都有不同的科目，比如说首先第一堂课请小朋友们上的是表演课。你就说这表演课吧，也不止一个老师来了，两位竞争者都要竞争上岗，据说都自称很厉害。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有请两位竞争者上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两位竞聘者，相信大伙儿对他们都熟吧，在今年春晚上面他们都带来了精彩的小品表演。对不起了，我必须要换人。别大哥、你看你这哥，你看你长那么帅，帅人不进小人过。哥，咱走吧，咱不理这个美男子，请留步。
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大家好，我是唐远。小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杜小雨，他们都管我叫前夫哥。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那么小朋友你们可以管我叫哥老师啊。哥老师、那小朋友们叫你什么呢？这个梅老师啊。梅为啥叫梅老师？为啥叫梅老师？太帅了。太帅了。梅老师。美男子。谢谢，真有品位哈。你怎么形容我？哥老师是长得特别艺术。好了，你坐着吧。特别艺术。行，你太会说话了。这些孩子啊，就像古玩一样，很旧长的。这些孩子不好惹，所以你们要上表演课，压力会非常大。对，所以你们得把自己的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一号竞聘者先来，你准备今天教小朋友们一些什么呢，长远？今天我教小朋友们，咱那个也是我擅长的，咱们一起走一下模特步，好不好？你还擅长模特步啊？对，这个没看出来吧？哎，你看他举手了。来，吴东博发言。是不是就是春晚那个，还死结那个？对，系死扣，走起来。哎，呀，我的天哪，My God！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能把自己的腿系上，而且还是死扣。哦，看来你们都看过哈。那小朋友们做好准备。好，准备啊！来，孩子们啊，小胖子我看不见你啊。对，好。你看得见他肚子。来，大腿你还看不见。准备啊，来跟我走啊。咱们首先从腿开始啊，要走直线啊，来准备走。哎，好，对，走，对，稍微快点，好，摆臂，好，对，好，哎，好，来，接下来转身，哎，转身，好，留头，对，看他们，好，来，走回来，哎，走回来，然后摆一个自己认为最好看的 pose 啊，好，非常好。小胖干嘛？你懂什么呀你？小胖干嘛呢？以后还能跳肚皮舞呢。不错啊，我发现你是一个这个特别专一的孩子啊，就认准了一个动作了啊，都挺好。您很好啊，以后少吃点方便面就行了啊。哎，那接下来这样吧，我们也请常远老师带着我们其他的四个孩子，我们来一个单独特别秀。哎，好，动作好。哎呀，继续。哎呀，好，武东博，行，哟，可以啊，别扭，鱼腹腔，该你了，睁开眼啊，睁着眼，对，乐啊，开心。哎呦，这四个孩子太有潜力了！世界超模的舞台在向你们招手。没错，特别有喜感啊。那这样吧，刚才是常远老师教给我们孩子这个形体课，接下来杜老师咱得教点什么了？那这几位小朋友，咱们今天上一堂台词课好不好？台词课。哎，那这样啊，咱们来一个绕口令，四位小朋友听好了。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白石塔，白石吧，白白白。拜拜是吗？你紧张啥呀？来，于福谦说一个。白石塔，不是。你不喝水了吗？白石塔，白。白石搭。白石搭，白，不知道了。你白搭了你。白都活到了。白石塔，白石搭，白塔是白搭，白塔是白搭，是白搭，白塔是白搭，你白搭。这个我觉得白塔是白搭。四位小朋友在这个环节我觉得完成的都还不错啊。老师你太宽容了。您这标准也太低了吧。啊，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得适当的降低一点难度。已经很好了，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难度提高一点啊。听好了，第二个绕口令啊，大母鸡小母鸡，母鸡母鸡老母鸡，是不是很简单？你们先别举手啊，但是这么说肯定是不行的啊。把这个母换成大鸡小鸡，鸡鸡老鸡，来你来。那
金翔，金狼，金。哎呀，都还不错啊。大金翔，金母之乡，金。行，妈呀。大金，大金翔，金。金翔，金。高飞，狼。行，我们把掌声送给于富谦。于富谦。母。预备，起，开始。母鸡小母鸡母鸡母鸡小北老北石狼。哎呀，我觉得于富谦他是这样的，大母鸡小母鸡。但我觉得于富谦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怎么着？你上台亲老师一口，估计老师就给你满分了。还让我们过去吗？先把他们走。快跑，快跑，快跑！哎呦！你就亲一个老师啊？啊，行，真随和。哎，好。你就亲两位老师啊？我们是监考成员。啊。你就亲他们三个呀？怎么还有点不好意思是吧？不好意思了，孩子不好意思了。觉得哪位小朋友表现的最好？我觉得于富谦小朋友应该是最棒的，因为他亲我了。哦呀，这老师。谁亲你谁就拿分啊！早知道你们仨就上来了，是不是？对的，别说了，最好。好吧，谁都惹不起事。而且我知道，哎呀妈呀，本身你们还会自己版本的绕口令。我们还会唱。老师也会唱啊。您唱一个先。常远，怎么了？把手，来，准备，走。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情人心花开，哎呦哎呦，你的花儿还没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春去秋又来，记得我的爱。我在这儿等你回来，唱着歌在快乐开怀。孩子们，你们学不好不怪你们，你们的老师关键病得不轻啊！太不靠谱，这老师有点太唱歌是，我比你还累。对，那接下来你们两个就唱着说一下自己的绕口令好不好？好。板宽板凳长，扁担响，房子板凳上。扁担宽，板凳长，扁担响，房子板凳上。伦敦买连买起跑通妈妈。长江后浪推前浪，两位老师小心拍在沙滩上了，完全超越了我们俩这组合的这个能力了，已经。那不能够，我们这还都是小朋友。接下来我们就和四位小宝贝一起来唱一首歌，好不好？好。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爱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陪陪我，爸爸爱我，就多多的抱抱我。抱抱你，好。陪陪我，
我们的回声嘹亮趣味课堂第一节课表演课下课了。嗯，接下来我们的稍事休息，马上要上第二节课音乐课。音乐课大家都在想，这四个小朋友个个都是人小鬼大能歌善舞的，还需要上音乐课吗？最关键的是什么样的老师能镇得住我们四位学生呢？这位老师实在太厉害了，来掌声欢迎王爱凤。有请。节日快乐，也祝王爱凤小朋友节日快乐。谢谢。王爱凤小朋友，大家看不出来，今年只有五岁，就是长得有点着急，所以听他的声音还是童声。所以我们也请爱凤问候一下大伙儿。大家好，我叫王爱凤，非常高兴能为现场的朋友们演唱，希望大家永远开心，永远快乐，永远的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小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刚才他唱歌放的是录音呢？假的，假的。真的，整两句。他们挖起一棵葡萄树，他们挖嫩绿的刚发芽。啊，真的真的，他肯定是把麦关了，下面有个小朋友拿着这麦唱。啊，那这样他拿我的话筒唱好不好？好。iPhone 你拿我话筒跟他说两句话。小鬼。别往上面喷口水啊。对，那可是思思姐姐专用的话筒。谢谢东伯。东伯你好。东伯你好。怎么样，信了吧？东伯你好，东伯你好。唱一句吧。阿嫩阿青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怎么样？这回你还说什么？服了，服了。其实老师刚才只是小试牛刀，没有把真正的本领亮出来。我知道爱凤还有一首歌曲是特别拿手的。那是啊，对，是我2013年刚刚发行的一首歌，新歌。对，一首新歌。据说会在一首歌里面演唱7种不同的声音。对，特别献给我们小朋友、孩子还有家长们的一首歌。那么就是这首歌里面包含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师、校长，各个人物的声音，希望大家能喜欢。谢谢。平底的，红星的霜，这一天准备的。
仿生活当中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声音吗？你们也会啊？哎呀，胖子，你少吃点吧。这谁呀、啊？我妈妈。你妈对你这么凶啊？那你一般都怎么说呢？鸦雀无声，然后慢慢的就走了。于富谦在旁边表示很沉默。都活到你了。孙子，有时间回来看看啊。这是你的爷爷。爷爷。那你爸爸一般怎么说？乖点吧，这么淘气了，这还不乖点。行哎。这些孩子人小鬼大，其实我们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嘛。没错，那东博学习自己的才艺其实也是从模仿开始的，对不对？对，模仿这个我最擅长了。哟，那你来一下呗。我用那个很多明星的那个声音唱一下我和你啊。啊，我和你，这歌可难唱啊。我先从正版的刘欢开始啊。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久。这手没干啥，还挺像。下一个用那个腾格尔的。腾格尔，看看有多疼。下一个就赵本山的啊。赵本山，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呐、啊、为梦想献一计，相会在北京呐、啊、杜静，你还唱出二人转的感觉了。今天我们也特别谢谢 iPhone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陪孩子们一起过节。我特别想邀请 iPhone 用自己的特别的方式带着我们孩子们一起合唱一首歌曲，好不好？好啊。唱歌，对呀、啊。接下来我们要提高难度，要学一学打击乐器。哎，这里面学问就深了。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老师们上场。别停。
太棒了。这哪儿来的观众，怎么就说上台上台了，完了你穿拖鞋还不说，还被我们演员一都欺负成这样了。对，你是演员还是观众啊？我是演员啊。哦，怎么人家都那么帅，穿着西服，就他一人穿着 T 恤穿着短裤就来了？是我们的道具，是我们的乐器。是你们的乐器？你们是怎么找着这个乐器的？是洗澡的时候发现我这个声最好听。洗澡的时候你哥们儿几个全都过来打你，啪啪打你，发现哎这声还不错是吗？对。不是疼吧？肯定疼。疼，但是有好处。啥好处？好处有好吃的。打完我之后就是给我买甜筒或者圣诞，就一个冰淇淋就收买了，然后打那么多下，打一次得吃七个，打一次吃七个，所以越吃肚子越大，声音越来越好听。对对对。哎，于富谦，你想吃蛋糕吗？你想吃？那你有啥才华可以展示？人家刚才这哥哥多棒啊，配合多默契。你行吗？你可以啊，你也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预备走。有，咱们就跟哥哥学学，这肚子怎么发声啊？好，预备起。疼吗？疼吗？你吃吗？姐。高兴了。吃一口吧，现在吃一口。那姐姐，他那么胖，再说他是我们小孩子，能让我们去打他吗？你们也是，你们想拿于富谦当乐器啊？对，你们这太残忍了，你得问问他同不同意。来吧来吧，同不同意？于富谦行吗？同意啊。我要你打得好，你也给我吃蛋糕啊。打得好，你还吃蛋糕？好，轻点。哎，这有点像全身按摩的意思。这三位师傅按摩技术挺不错的。大家伙看看于富谦，人家打着他也没妨碍他吃蛋糕啊。这一口一口的。好吃吗，于富谦？那打得疼吗？噎住了。疼啊！哎呦呦呦呦！行，来来来来，行了，按摩时间结束。于富谦都是被你们打肿的。你现在是不是彻底明白刚才那个哥哥挺不容易的，是吧？很辛苦。你们吃啥呀、啊？给你行，来东博你留下，你一会儿学东西学得好就给你们。那咱学学吧。好，跟老师学一学。来，怎么学？打狙就得从孩子抓起，我先给你演示一遍，你看啊。嗯，好。一二三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随便指一个人，明白不？指到谁就开始表演，明白了吗？那随便指谁都可以。随便指谁都可以，咱们开始了啊！一二三走。指你了，武东博，快来，预备走。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耶！怎么还是你啊？武东博士有点孤单哈，来，预备，走。依我唱。你可以打，你可以敲击节奏。依然日出送走晚霞。就会这一首。你们怎么老欺负武东博呀？要不你挑个位置啊？你是不是挑？准备好啊，东博。好了，一二三，走。完了，武东博。东博悲剧了哈。你今天就是枪靶子呀。15年啊，我老在八八里八里八的铃铛铃铛铃铛咚，耶！好，继续。你那手别颤呀，还临时变歌的一个。那现在也是2-2啊。行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好吧，那我们就算东博士那样的。好，耶、yeah. 继续，最后一次啊，东博。一二，好了，这回终于对了。好，谢谢。接下来是哎呀，哎呀，来，哎呀，来。哎呀，你都懵了，蒙圈了。那个手好像有点麻。又不是你拍的，你就负责一个抓着盆儿。那个声音，
那个震动，然后声音太大了，不容易哈。嗯，那接下来你们三个加上哎呀，一起和哥哥们表演一下，好不好？好吧。为我们的梦想乐团的小伙子们送上天王表，恭喜我们的梦想乐团成为我们最佳音乐老师。谢谢。我们想加个新成员。想加个新成员。我觉得你特别合适。你特别合适。你走吧。没他事了。走了。我走吧，以后我们就打你，给你好吃的。给你好吃。你坐下走吧，给你蛋糕。没事，我保护你啊。谢谢。刚才呢，我们四位小宝贝儿上的是音乐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跟随我们这些老师们，真正的在享受着音乐的快乐？接下来我们要上的就是体育课。小圈圈，跟爷爷做点运动。我站一排，向右看齐，一二三四，向右看齐，向左转，一二向左转。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今天应聘的另外一位体育老师。接下来呢，我要请四位小朋友们一起完成一个游戏，谁在游戏里获胜，谁就能拿到你老师给你送上的蛋糕一枚。当然好了，可以吗？好，我们的游戏开始啦。体育宁老师，现在要宣布游戏规则。这个游戏啊，叫做抢凳子。我们一共有六个小朋友，只有五把凳子。只要听到音乐一停，我们就要找到自己的那把。没找到凳子的小朋友就被淘汰了。最后只剩下一位小朋友成为我们的冠军，可以吗？当然。好。于富谦，快一点，武东博进圈了。停，快。哎妈呀！这个按照游戏规则，体育老师发令。刚才我看见了，是于富谦第一个摸到了凳子，坐上去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始。
停！哎呀，宝贝儿，你怎么坐地下了？你没事吧？你说，你说你这位置这么大，怎么都没抢过我们小姑娘呢？对呀，你屁股那么大，你一顶，人家不就掉下去了吗？就是，疼不疼？不疼哈。于富谦都摔了一跤，咱们给他一个机会再来一次，好不好？比赛继续进行，准备。于富谦加油，抓紧时间啊，抓紧机会。开始。停！对啊。哎呀，完了。宝贝，哎，你怎么那么自觉呀？你怎么就下去了呢？你就这么服输啊？我要走了。你要走的？你要走的，好吧？挺爱面子的，你不想比了？我说在这休息。啊，在这儿休息一下啊！好，宝贝们，走起来。我带头。这位从观众当中选拔出来的女选手，相当的厉害。到现在还没被淘汰，而且关键他在抢椅子的过程当中都泰然自若，保持微笑，相当淡定。我们看看这一环节谁会胜出，很有风度啊。哎呀，停。哎呀妈呀，你让我们小宝贝站起来，你看看你们俩这身材差多少啊，你就直接被人给淘汰了。你怎么还抢不过人家呢？不不不，但是你也被淘汰了。嗯，对不起，接下来我们的挑战将升级，只剩下两把凳子。继续来。啊，来，我们换一个跑步的顺序，倒着跑来，倒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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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富谦怎么总提溜自己裤子啊？裤子要掉了。跑者停。哎呀，你还把人家给挤下去了，吴东博，你怎么不跟他抢呢？我挤不过他。我挤不过他。屁股大。好吧，屁股大。那我们也谢谢这位小宝贝儿，谢谢。最后，亲爱的朋友们，是吴东博和于富谦之间的较量。来，预备，开始。我从这儿走，全麻了，把我累的。这个比赛的方向已经完全没谱了，选手正以任意的方向旋转。吴东博，停，快跑！没有任何悬念。没有任何悬念。好了，没有任何悬念。我们的于富谦以相当稳健的步伐一屁股坐下，所以本场获胜的是于富谦，恭喜！太棒了，为于富谦颁发蛋糕一枚。耶！出汗了，累坏了。好，我们也特别谢谢我们其他的几位小宝贝儿，也特别谢谢我们这位小观众，谢谢。节目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看着孩子们在我们的舞台上跳舞唱歌，又是上课，觉得好像自己也回到了童年。没错，但是说到童年啊，小时候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晚上可以看到的动画片。你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机器猫，因为那口袋实在太厉害。哎，我喜欢那个黑猫警长，啪啪啪啪，好帅啊。所以说每个大朋友啊，对自己的童年一定有一个记忆当中最难忘的动画形象，这样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我们记忆当中最经典的动画片。首先有请吴东博。Wow.
告诉你，好帅呀。是，请问你是几娃呀？我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大头娃。大头娃？那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啥都有。你力气大不大？力气挺大的。怎么展示你的大力？力气大。你得配合我。我配合你，来，预备起。你干嘛？你要把我抱起来？我就不动，就不动。咋地吧？哎呀妈呀！把你拽动了也算力气很大。还行。第二项，千里眼和顺风耳。千里眼。我先千里眼。啊？你就这就你看的看见啥了都？看见你老家了。看到。哎呦喂！那你真是千里眼。我再听一听啊。啊，听到了，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哎，那她回家吃饭，谁跟我主持节目啊？哎，我呗。你啊，哎呦，你可以啊，吴东国。那我妈在北京呢，还叫我回，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啊？不过还行，千里眼、顺风耳，力气很大，都有了。那道具还有隐形。隐形你还会呢？来，怎么隐？你隐个形，预备，走。您这叫隐形啊，你这学的都是不着调的，你什么时候真正的学着人家为民除害，好好的学点本领知道不？为民除害啊，你在那个葫芦娃里面的反派角色都是谁你知道不？你们俩。我们俩。我们俩怎么成反派？那你说说我们俩都谁呀？你是那个蛇精。他呢蝎子精。什么精？蝎子精。我们俩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你们是妖精的，但是你们是为正义而生的。妖精。为正义而生的妖精哈、啊。对。行。哎呀，他还挺会自己调吧。这个葫芦娃、啊，大家说通过不？通过。好。这是很多80后记忆当中很深刻的动画片。是，没想到我们这样的小宝贝也看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出场的是另外一组动画人物了。没错，蓝精灵来了。有请。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关心。齐心合力开动脑筋，都摆了个歌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关心。哦，可爱的蓝精灵，哦，可爱的蓝精灵，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都摆了个歌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警长陈芳警长向你敬礼，为所有小朋友们和动物朋友们服务敬礼，敬礼。好，很有警长的气势。刚才那个帅气的打枪造型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遍？预备起，预备走。嚯，打了四下。这为啥打四下啊？请看下集。哦，这意思啊。太可爱了，你能打中他那葫芦吗？来，瞄准。瞄准啊，打中哦。打到了，我都没有什么反应。好，这黑猫警长非常的威武啊。那个，他演的黑猫警长挺帅的，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啊。你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肥的警长啊。我觉得小朋友健康最重要了哈。没错，但是于福谦记得一年多以前来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说要减肥，结果越来越胖了。这也是我们于福谦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他演的黑猫警长会特别的幽默诙谐，大伙儿都特别喜欢。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于福谦。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也借着这期节目啊，祝愿天底下所有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祝愿所有的大朋友都能够心怀一颗童心。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天网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希望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关注回声嘹亮，记住我们的口号，重温时代经典，畅享回声嘹亮，下期再见。表演家小一起流浪，九月奇迹，两只老虎，两只老虎，